喂喂喂，呢件嘢有冇得谂啊？你谂都唔好谂啊！吓，点解啊？无论系 A 货定 B 货，帮到你嘅就系好货。生活百宝袋。Donna Billy， 你有冇多两条 iPhone 插电线啊？我冇啊，你想插啲乜嘢呢？咁啱得咁巧，飞机撞纸鹞，电话啦，无线蓝牙耳机啦，仲有只 Apple Watch 添，全部都冇晒电。平时分开插都唔觉嘅，咁突然间同时冇电，咁身上边度揾咁多条电线啦？咪想问下你有冇充电线咯？等等，应该可以帮到你。无线充电器。呢啲充电器而家好普通啫，又是啲咩型号，又搞到部电话鬼死咁热，都唔知安唔安全嘅。都唔系噶，其实都有啲嘅牌子通过安全嘅标准，而且亦都有唔少嘅网站极力推荐。等我介绍几款俾你试下，睇下点？啊，喺边呢？啊，喺呢度 ，Logitech 三合一无线充电座，呢一个电脑知名品牌，相信你听过啦。唔知外形出众，仲好有型添。不过呢，等我睇睇先。冇晒货啊，等我搵个第二个俾你先。唔好意思 ，sorry。喺边呢？啊，呢度。好，呢、这个啱你用。Belkin MagSafe 三合一无线充电板，一条线一个座，满足你三个愿望。电话、蓝牙耳机、智能手表，一字排排坐，一齐充电。价钱就贵啲，199.99。又或者呢一个啊 ，Mophie 四合一无线插电毡，呢一张插电毡可以插到两部电话、两个蓝牙耳机，又或者转换一个头可以插一个蓝牙耳机同埋一只智能手表，价钱都系199.99。呢、这个价钱好似有啲明嘅明嘅明嘅，不如呢一个啊。Outerbox 三合一无线充电座，这个价钱实惠啲，71.99。如果不需要三合一，二合一都有一个选择。Mophie 的二合一插电板价钱大约是72元。之前提及的所有插电座啊、充电板呢，只要你的电话、蓝牙耳机，甚至你的智能手表，只要可以无线插电的，就啱用噶啦。啊，这个 OK 啊，喂，即系用住插住先。到时还翻俾你吓。最后再次提你，唔好因为贪平买啲 cheap 鸡嘅无线充电器，导致你嚿电池经常过热，以致快速衰老，容量减少，到时就得不偿失啦。